好，欢迎大家翻返嚟呢个礼拜嘅大叔每周大事分析。今日系2021年1月17号。开始之前咧，就希望大家帮帮手 ，subscribe 我哋 channel， 最好揿埋钟仔，多啲 comment， 多啲 like 吓、啊，即系睇完嘅顺手俾个 like。嗱、啊，上星期咧，我都同大家讲咗啦，如果有950个 like， 我会讲多少少个趋势做法则，但好可惜。唔夠，所以咧，希望大家呢個禮拜繼續努力，幫幫手啊！咁我繼續講多啲我嘅秘技俾大家聽。好啦，先嚟翻翻嚟講翻恆指啦，睇翻個月線圖。嗱，個月線圖咧，其實呢個禮拜咧已經升穿咗個下跌通道第二周。如果正式嚟講，以收市價計咧，呢係第三周添，嚇、啊，即係個指棍出晒去噶啦。咁啊～夠唔夠力呢？嗱，我哋想 compare 一下一樣嘢先 ，compare 一下，2017年2月份，嗱，因為咧，如果以月線圖計咧，喺趨勢圖法則咧，而家仲爭少少先至可以由跌轉升，而家喺第四階段啊，嚇，啱啱喺第四階段嘅交界期，以月線圖計，咁上一次。進入第一階段，月線圖進入第一階段咧，就係2017年2月。嗱，我睇翻2017年2月幅圖，嗱，幅圖我用嗰度嘅上升力度咧，去畫咗條上升通道，咁啊延伸到去而家呢一個，嗱，都幾湊巧地咧。雖然佢唔係一支箭似嗰個嚇，但係個角度咧係都似嘅。咁重要咧。如果純粹計以單月或者以個月份角度咧，而家呢次上得仲急。嗱，如果以上一次計咧，上次升咗好多嘅。嗱，如果以二月為趨勢圖嘅第一階段開始咧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足十一啦，唔好12啊，11，足足升咗接近一年。咁如果我哋呢次去，我當呢個月降未得，如果從趨勢嚟睇咧，我睇佢要多兩個月，咁會唔會真係去到咁高咧？嗱，呢個未知啊。嗱，呢個用月線圖睇，月線圖睇咧就冇咁好睇嘅喺趨勢圖裏邊啊。但係都要睇嗰樣嘢就係個動力好強啊。咁好啦，我哋又調翻轉睇第二樣嘢，從下降通道已經上三兩個禮拜，已經喺上即係雖。用另一個角度望，就係話喺3、3、4個高位之後，係未試過有兩個月，甚至乎我哋計三個月個收市價係穿咗條下跌通道嘅，升穿咗。而家呢次真係升穿咗，所以我點解成日叫大家唔好走去沽，就係咁嘅原因咯。你點就嗱，好老實，上個月你都唔沽得啦，你已經出咗條通道，你真係要沽嘅。等佢翻翻去通道先啦，嚇、啊！咁而家呢次你話幾時去沽啊？嗱、啊，講真的，真係未有信號可以沽得嚇、啊。我淨係成日都喺我個谷裏邊好 ，Facebook 好 ，MeV 都好，我叫大家，你唔揸，你都唔好走去沽，因為個市實在好強。你都知道我講咗超過7個禮拜，由11月3日開始已經未叫過人哋你開淡倉啦、沽啦咁樣嚇、啊，下面目標幾多冇講過嚇、啊，就算磨7個禮拜都好，我都仲係叫呢、這個回調嚟嘅，回調完畢就會升嘅嚇、啊，即係大家可以睇翻我之前啲 YouTube 啦、啊、嚇。另外一樣嘢就係話，我再睇翻個黃金比率，嗱、啊，黃金比率咧而家穿咗個0.5啦。即係上一次下跌落嚟，上一次上升嘅0.5啦。嗱，而家用緊咩咧？開始接近2.756呢個目標。嗱，2.756有個代表性嘅。點解咁講咧？就係話呢個係另外2020年1月20日個高位嚟㗎。嚇、啊，距離而家仲有3日到，仲有3個交易日啦，18、19、20就已經係一年噶啦，咁究竟我会点样咧？拎间我哋喺周线同日线图再讲。嗱，如果而家上顶到2.756，嗱，纯粹睇呢个月，
會唔會到咧？嗱，其實已經頂住咗噶啦。如果以 monthly 嗰條，佢啱啱頂住，而又睇翻個延伸，佢又同呢支棍一樣嘅啫，個頂頂住咗。但係如果再上的話咧，呢、這個月就好和味啊，甚至乎會穿埋29,528呢個位啊，可以有機會上到嚟呢度啊。最大個目標大約幾多咧？29,876。但我暫時睇唔到咁大動力。其實你去到呢度已呢個月嚟講，好靚仔，好叻仔噶啦嚇。不過你話係咪升完咧？咁樣我哋一間喺日線同周線再同大家傾啊。好，轉頭翻嚟一陣再傾過。好，我哋又翻嚟講周線啦。嗱，用周線圖睇咧，恆指個動力仍然好強嘅嚇，一啲都冇弱過嘅。首先嗱，上星期都話俾你聽，大家要留意兩個阻力位啦。咁上個禮拜打穿晒啦，咁而家樓上仲有兩個阻力位。嗱，嗰個咩阻力位咧？首先第一樣嘢，呢個咧，而家呢條27,28795.42咧，就係2020年1月21號個下跌通道頂部嚇。咁我相信呢個咧，呢個係把一定保嘅，唔會失手噶啦。嚇，因為相差唔係好遠，得個160點左右嘅啫。嚇，我哋而家高位。咁另外啦，嗱，上面仲有一條啊，上面嗰條29174.92，嗰個係2020年1月20日嘅高位，亦係2020年全年嘅高位嚟嘅。咁我哋仲有3日就到2021年嘅1月20日，亦係美國總統宣誓就職嘅日子。咁其實嗰日有冇機會？補翻呢個，我相信都機會幾大嘅。如果真係補咗之後咧，大家會見到一樣嘢，就係話一年咧由個頂落完嚟，我哋又翻翻上去。你話個市弱咩？一啲都唔弱嚇。咁啊，有資金入嚟啊嘛嚇。咁再睇啦。咁另外你話咁趨勢油法則點睇啊？嗱，趨勢油法則咧就由11月30號嗰個星期，即係呢個星期，就正式進入咗第一階段持續上升。用周線圖去度，咁你話我跌緊落嚟喎，咁即係證明一樣嘢，向上動力係有。所以點解我喺11月，我成日喺我磨緊嗰陣時，喺度大家好好不安、磨得好唔耐煩嘅時候，我都同大家講，我話唔估得，因為趨勢圖法則已經話緊俾大家聽，個 trend 個市係轉緊向上，個力度係翻緊上，翻咗嚟已經嚇，咁所以。以而家嚟講咧，佢仲係好靚地向上爆升緊嘅，所以咧短期內我都係同大家講啊，收埋呢啲沽倉啊，唔好做住啦嚇。咁好啦，嗱呢一節唔講咁長，我哋應該翻嚟再講多啲。好，我哋翻嚟第三節啦，呢次講日線圖。好啦，如果睇翻恆指嘅日線圖咧，呢個禮拜都係精彩嘅。你睇翻啲一日高過一日㗎，冇低過，個高位日日都創新高㗎。星期一、星期二、星期三、星期四、星期五，日日都創新高噶。咁如果要計一個升市咧，係升咗已經16支棍，升咗24日噶啦嚇。即係大家覺得哇，個市好淡好淡，淡乜鬼啊？你睇下個市咁樣上嘅嚇，呢度我已經話咗呢個係回調嚟嘅。咁仲有喎，你記住一樣嘢，其實回調咗7個禮拜，回調咗7個禮拜，你覺得佢會唔會為咗呢2000點左右？而家嚟講，我當夠3000啦，仲有少少嚇，2500點啊，咁簡單咧。嗱，我仍然對大市後市睇好，不過我成日都喺收市 post 上面，成日都講一樣嘢嘅，嗰樣咩咧？就係話一個健康嘅回調咧，係需要嘅。而家幾時出現咧？嗱，呢樣嘢暫時未睇到，但係一樣嘢就係話，我係等緊呢樣嘢出現，需要㗎。因為點解咧？健康回調係對後市個上升動力咧係比較好嘅嚇。咁我仍然覺得佢需要一個回調後，回調之後佢仍然會繼續升嘅。但係個回調幾次出現咧？嗱，呢次比較麻煩啲。麻煩啲嘅原因就係話佢升得比較急，咁個回調幅度咧，暫時我就應該未辦能夠做到趨勢圖裏邊最理想嘅要求嗰種回調，我相信就做唔到嚇。但我相信咧，佢會用第二種形態出現咗。咁咩形態咧？應該下次講。但而家我先講翻呢一日線圖先。嗱，頭先都講咗啦，以周線圖講，我哋上邊有個阻力，阻力唔係好高嘅啫。五九二八八，二八七九五，咁距離而家高位咧，
百零點嘅啫，130點左右嘅啫。好啦，咁呢個下星期一定到噶，我都咁幾有信心嚇。咁同埋睇翻啦，暫時嚟講個5天線咧支持得非常之好嘅嚇，就算星期五去嗰刻落嚟咧，個5天線都頂得住嘅。所以咧個五天線係一個好好嘅指標嚟嘅，暫時。咁你話下星期好淡分界咩？嗱，我覺得最大嘅可能性，佢最多都係咧個2800-55呢條線啊。即係之前有一個阻力嘅位置嚟嘅，阻力個裂口嘅底部嚟嘅呢條線，呢條線穿咗咧，咁先至為之可以有一個比較健康嘅回調。如果企唔穩呢條線咧，你可以嘗試去開少少淡倉，不過都係唔建議嘅，因為個市都係強嘅。我調翻轉頭就話跌咗穿呢條線，穩位揸咯。逢低揸咯，唔系话，咦佢跌穿咗就即刻揸，你记住入市唔系咁样嘅，入市唔系话去到边条线跟住即刻揸，系调翻转头去到嗰条线穿咗弹得翻上嚟，条线变咗支持，即系曾经系支持，变咗阻力，再变翻支持，咁样系入先至构成我去入场嘅隐忧嚟嘅。个诱因嚟嘅，咁如果冇呢样嘢咧，其实我唔赞成胡乱入场嘅，所以咧大家要小心啲，咁用力仍然向上啦，都系嗰句啦，咁呢次唔讲咁多，因为仲有第四次，咁第四次就讲一讲呢次成个升势会点样啦，好，应该翻嚟再倾过，好，我哋翻翻嚟。第四節啦，呢次咧我想講多少少趨勢圖嘅嘢。嗱，而家我哋見到咧，左邊咧就係我哋而家幅圖啦。咁啊，右邊咧我哋揾翻右邊咧，我想睇呢一幅嘅。呢、這個咧就係2019年嘅年頭嗰次上升上去嘅。嗱，如果從呢幅圖，點解我揾呢幅圖咧？就係話，因為裏邊咧個趨勢圖法則。顯示翻出嚟個第一階段咧，個開始同而家係好接近嘅，接近到咩地步咧？嗱，我先睇翻2019年呢邊先。嗱，如果用趨勢圖法則真正去計的話咧，就應該係2019年1月19日呢支棍開始就進入第一階段，直至去到2019年5月8日。呢支棍正式完结，不过咧当日咧我就唔系用，我就早一啲咁多，我因为趋势图法则里边仲有一啲因素可以俾我哋偷步嘅，咁我用咗边个咧？就系话我就用咗2019年1月9日，即系呢一支棍呢一个裂口去定佢开始，原因系啲咩咧？就因为佢升佢。出現咗一個原因俾我去計算，佢係一個趨勢圖嘅開始。另外呢一個2019年5月6日正式結束。如果用呢個計算嘅方法咧，就係話佢足足橫跨咗76支棍，117日，升幅咧由呢個位計算咧，就升咗4087點去呢個位。咁我哋睇翻我哋而家啦。我哋而家咧，其实如果以趋势图法则去计咧，正式入第一阶段咧，系几时咧？系11月3号。所以我话11月3号之后咧，可以冇叫大家再去做沽啦，再做淡仓啦，唔做得噶啦，咁好啦，呢一日，咁就算呢一日都系个裂口嚟噶，又系一个裂口嚟，记住，咁巧又系裂口，呢边都系裂口，咁所以啦。一个裂口，咁我哋再睇啦。咁我哋由11月3号到而家咁嘅下几日咧，到啱啱过去星期五下几日咧，总共行咗51支棍，73日。时间上咧就真系短过上一次嘅，未够上一次咁长嘅，即系相差都出棍都争25支棍啊！而家25支棍好多啊，一个月嘅要一个月都系得。20个交易日到嘅啫，咁即系多过一个月。好啦，但系睇翻升幅，升幅咧，如果我哋用
真係用翻十一月三號嘅計，我已經唔用再之前嗰啲啦。即係下面有啲人話用呢個低位計，好啦，唔用呢、這個，因為呢段咧未係正式喺趨勢法則裏面咧係 confirm 佢入咗一個第一階段持續上升嘅，喺呢支棍開始先至係。好啦，用呢支棍去計，去到而家星期五高位都已經係3978點啦，已經，即係相差上一次。呢、这个咁大型嘅升市，第一阶段嘅升市的话咧，只不过争咗100点多啲啲嘅啫，109点。咁如果升埋嗰109点咧，或者咁讲，嗱，头先讲咗上面有阻力位啦，2020年1月20日嘅下跌裂口顶部嗰个位置，相距而家我哋高位就应该130点到，但如果打穿嗰個位咧，已經破咗2019年嗰個 trend 嗰個升幅度。咁但係佢問：咦，咁係咪真係好危咧？咁樣嗱，我哋睇翻少少形態先。嗱，從形態睇咧，有啲嘢大家係相同喎。點解咁講咧？佢係曾經做咗一次深，2019年呢段咧係做咗一次，係咁大段裏邊咧做咗一次深層回調，健康深層回調。完整噶，咁你问，咁我哋而家做咗未啊？嗱，我哋都做咗噶，原来我哋喺呢一段里边咧，呢段模里边咧，已经做咗一次深层回调嚟噶啦，吓。不过就系话，我哋回调完之后，个升势先至真系再次展开，兼且一样嘢就系话，个升幅越嚟越扩大。但系人哋上次做喺边度咧？佢喺呢一段做，即系其实佢做完之后已经去到尾声嚟嘅，接近尾声嚟嘅。但佢不敢講，佢升得佢個裂口升俾你，基本上有另一個好處就係散户你冇得追咯。同你講一句，散户你冇得追。咁嗱，你話我哋呢次會唔會又係咁樣？嗱，我相信嚟緊都會，未必有裂口出現，但係有樣嘢一定要有，見面到最後佢完成之前嗰段啊，呢、這個見頂信號係做一段頂嚟嘅，呢段頂未出現咧。我覺得個升勢仲有，佢一定要喺呢度做一段頂嚇，但係幾多咧？嗱，如果呢度驟眼望落去咧，就係10零支棍啦，即係1個月到啦，即係佢要做一個月嘅頂喺嗰度咧，先至會出現個真正轉向。嗱，其實佢轉向好快嘅咋，由第一階段到第三階段咧係幾日嘅咋嚇，1個禮拜內已經做晒㗎啦，所以到時就你睇下跟住之後得幾急嚇，咁所以。嚟緊你問我，我覺得個市咧係會上做一個頂，但係個頂會幾係咩位咧？嗱，如果用升幅計咧，而家接近㗎啦，好接近㗎，即係都係嗰句啦。但係咁講，未真正做個橫行個位住，咁我哋喺度等個位咯。咁你問我上面仲有幾多？嗱，如果從倉位睇咧，仲有些少空間嘅嚇。咁你要知個倉位個空間有幾多，就冇辦法，你就真係要 join 我個即時谷或者個期權盤度個谷，我先至可以透露俾大家聽啦。嚇、啊，咁就嗱，暫時都係嗰句，你就算唔揸上去，都唔好走去估，因為個市真係未見頂啊！你睇下人哋個頂呢度先至叫頂啊，呢啲先叫見頂，邊日見頂？嗱，仲有你話咁都似呢橛喎，你話嗱似還似，但係佢完全冇趨勢圖法則嘅個影子喺度，即係冇話見頂個影子啊！見頂嘅影子係入會係似呢、這個，裏邊仲有啲因素要講嘅。不過我唔方便喺呢度講咁多趨勢圖裏邊啲嘢，因為我都要保障翻我啲學生啦。咁人哋真係真金白銀俾錢嚟學噶嘛，同埋。有啲嘢如果咁 public 去講，講完之後嗰啲嘢就唔準噶啦，啊，因為畫圖者係會根據我點講嘅嘢做一幅靚圖嚟呃我哋噶嘛，咁所以嗱，大家要小心啲啦，嗱，都係嗰句啦，市你唔揸，你都唔好再沽啦，暫時未沽得，幾時沽？到時話你聽啦，出現咗信號之後，啊，好啦，嗱，轉頭翻嚟最後一節講光陰。好，讀光陰共振嘅啦。嗱，下星期咧，
美股啊，星期一就休市嘅，所以咧净系得港股同埋上证，我哋自由行。嗱，恒指咧，19号弱，20号强，期指18号强，其实行咗一橛噶啦。咁啊，跟住21号中，22号强，咁啊，国指低日啫，20号强。上证啦，上证就比较多日子啊，星期一。18号、19号两日都系中嘅，20号系强，21号系弱。咁啊，道指星期一休市，所以咧佢星期二先开始啊。咁但系星期一开始咧，嗰日就中嘅。咁啊，成个礼拜得一日啫。S&P 500咁就19、20号都强噶，纳指咁就19号强，22号弱嘅。嗱，下個禮拜咧，大致上睇翻落去啦，19、20號要留意下啦，咁啊，20號仲要係美國總統宣誓就職，究竟可唔可以好圓滿地過渡咧，或者好圓滿地畫上一個暫休止符咧？咁大家拭目以待啦。咁好啊，咁呢個禮拜就差唔多啦，好多謝大家，下星期再見。咪走住啊！去到尾咧都有啲嘢要同大家讲嘅。嗱，如果想睇多啲我嘅 video 咧，大家记得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。你哋嘅支持先可以支持到我继续做落去。因为做一段咁嘅片咧，系好嘥时间啦，去准备功夫啦，同埋就算剪片都要嘥时间嘅。所以你哋嘅支持好重要噶，记住啦大家记得 comment、like and share，仲要揿埋个钟仔啊！如果唔系，你会 miss 咗啲特备嘅。仲有嗱，如果想再收多啲资料咧，可以 subscribe 下边嗰两条 link 里边，我啲即时谷如果有问题嘅，PM 我或者留言，建设性留言系令到支持我嘅其中一部分。好，咁下个礼拜见啦，拜拜。